大家好，我是成大历史系陈文安，今天我负责的是介绍一下这本高教实验林哦，那这本是这整个丛书的第二本，最主要聚焦的是整个我们高教的制度、环境、机制的一些思考啊。那这是这本书的封面，你可以看到是有就是一个实验林，然后有人在诊断这样子啊。那这是这次的主要的文章啊，第一个部分大概有一些是比较理论跟国外案例的介绍，特别是等一下我会再稍微谈一下第二篇的日本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历史形成啊。那第二部分是我们这个执行计划的学校的一些尝试跟努力，那这个很多是宝贵的经验，很值得大家去参考啊。那最后就是一个总结这样子，这是这本书，那这本书也有电子书啊。那最主要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稍微谈一下是这个校内制度创新的案例，是日本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历史形成，是水月深教授当时在日本东大的一些经验啊。那底下是简单的摘要跟重点啊。那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每个学校都一样了啊，全世界都大概一样，就是整个因为学生的人数的变少，国家投注经费的改变，然后特别是人文社会的职业的对接的预期不同啊，所以就在思考说当今的大学是什么？那特别是各位想想最近，在网络上蛮红的 AI 可以是不是可以写哲学论文，甚至写得比学生更好的时候，在这种时代，人文社会的这个教学跟研究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这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那水月深教授在书里面也用到一个概念叫异化，就是异态社会学里面在谈的一个异化啊。那这个最主要的，其实带给我们的挑战，或是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我们本位固守本位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变化那么大的时代，它的出路在哪边呢？那底下四个过程是他在书中谈到这个情报学环从传统的一个研究科到最后的两个部门这样子的发展啊。那研究科或者学程这件事情可能大家比较熟，所以我不会特别谈。但上面是从研究科变成学程，那错体字的地方是一个移动教研制度跟两个部门，我稍微谈一下啊，特别是移动教学制度。那移动教学制度呢，基本上它是在谈说，当一个情报学环形成的时候，它就跟我们一般的单位都一样，它有一个核心教员，譬如说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大概二三十位核心教员。但是重点是为了跨领域跟一个变动议题的研究，它有所谓的移动教员这样子的设置啊。那移动教员呢，有点像是组织内的借调或移动，譬如，如果你可以设想说，如果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的制度，如果是通识中心作为一个学环的一个这样的机制，不一定适合，但是我们先是这样想，那有没有可能从各个系所目前的系所的专任的老师，以任务的方式，比如3年、5年，甚至到10年，然后来这边共同为某些特定的议题来发展哦，那情报学环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制度哦。那如果学校能够在某些人事上、经费上跟法规上的松绑，那这样子的人的移动才有可能哦。所以整个情报学环在做了很大的一个尝试是这样子的哦，它就让一个学环的教员成为一个核心教员跟一个移动教员。那继续的发展就是，他慢慢的发现说，老师们或学校们提供的大概就是一个跨领域的场域，那真正要变成跨领域的其实是学生，所以整个大学的教学应该以学生的为主体，为主体。那这样子的分配之后，其实对学校最大的挑战是经费，还有人事的这些法规哦，那我这边写的说，教授、学生跟经费的脱钩，最主要是针对前面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 department 这种系所。我们现在系所就是人事、学生、
研究领域跟教学招生所有东西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没有办法尝试在这些功能当中重新的思考，把它脱钩，然后重新的一个安排以对应一个新的发展，这大概就整个情报循环异化的概念。那最后他希望达到的是这样子的事情，他认为说整个学术的发展可能要有几个，他称为三个环。那我用右边那个图是我找的，并不是他原作者的意思，但大概是这样讲，说学术跟社会的需求啊，跟全球的这个互动，这三件事情并不是有逻辑先后，而是同时我们必须思考，等于说学术，当代的学术的存在其实是当代社会跟全球议题必须解决提供这个有兴趣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后呢，怎么样去让它变成三个能够同时的思考，就是我们在讲的说不管是 USR 或是学术参与社会这样的事情，等于是让这三件事情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的。所以整个情报的循环整个跨领域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问题性的考量。那很多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有都有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东京大学做的是一个在制度上真正比较大胆的调整那值得大家去思考。因为目前本位的制度如果不尝试突破，在目前的架构下我们能够应变的大概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那时间并不多，这个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案例也值得我们深思。那在这边就是很简单的介绍日本情报学环，他很勇敢的打开了这个移动教员的制度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在下一阶段任何一个人文社会或是大学改革里面可以思考的一个案例。那以上我简单的介绍这个书的这个例子，其他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深入的好好的再去阅读跟思考。谢谢大家，我就介绍到这边。